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可以用35万金条换取400万金条，你愿不愿意干？其实小趴早就掌握了一种方法可以赚金条，但是我一直怕亏本儿。之前小趴周消费开出了老板的典藏榴弹炮，而且我随手一洗洗了个满工，然后市场上几乎没有人卖这玩意儿。如果要升到4星，我需要28本保密资料，35万金条，然后还需要5200个残液，我一直等着它半价，结果没出，所以我决定升到4星，拿去换金条。对于我们平民玩家来讲，金条缺，残叶更缺。这些残叶是我辛辛苦苦攒了2个月的。升4星需要35本保密资料，咱们买28本就行。还是以前的方法，一本一本的买，太贵了这玩意儿。雨露均沾。这样买，说实话是一个体力活，太费手了。保密资料够了，配方残叶也够了，直接上4星。一张典当炮配方14次数，一把卖个45万，10把就是能到手400万，35万换400万，这种方法你们学会了吗？